又是梅雨季节，虽然还是不习惯这种潮湿的天气，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更多时间到这里来聆听历代祖师大德的教诲。慧理大师曾说，这里是仙灵隐居的地方。我原先还不太理解，觉得这里香客太多，不如老家那边的寺庙清净，但现在慢慢有些明白了。是恒可，河北邯郸人，17岁出家，3年前来到灵隐寺。由于有在佛学院学习的经历，又懂得一些照相、摄像技术，因此他被安排在客堂，负责寺庙日常的宣传工作。每年这段时间，灵隐寺的香客和游人相对要少一些，寺院的僧人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清静修行，而是很可也可以一步步走进灵隐寺的历史，去亲近这座千年古刹，去理解这片江南净土。灵隐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西北面北高峰山路，创建于东晋，是杭州现存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早在南宋建都杭州的临安府时期，有人评定江南禅寺五山十刹，灵隐寺就位列前茅。山门前的这座暗山，又是来此观光朝拜的人们不得不流连驻足的地方，以至于坊间传言，来杭州必游西湖，游西湖必至灵隐，到灵隐则不能不看灵鹫峰，因为这片香火传续了1600多年的东南佛国，最初的缘起就是灵鹫峰。而这座并不伟岸挺拔的山峰，据说还是从遥远的印度飞来的。据宋代的《武陵山志》记载，公元326年，东晋咸和元年，一位古印度僧人来到杭州。当他走到西湖西面的武陵山时，不禁指着一座小山惊叹说，这是我们天主灵鹫山的一座小岭啊，不知什么时候飞到这里来了。又说佛祖在世的时候，这座小岭是仙灵们隐居的地方，不知现在还是不是这样。这位古印度僧人名叫慧理，史称天竺僧，而慧理所说的这座仙灵所隐的小山，就是今天灵隐寺的暗山灵鹫峰，又叫飞来峰。在佛经中，灵鹫山是佛祖晚年经常聚徒修行讲经说法的一处圣地。
在今天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这座黑黝黝并无繁密树林的山峰，高不过数百米，却怪石嶙峋。除了被五座小山峰簇拥着外，四周均为一马平川，因此显得格外挺拔奇特。它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著《西游记》中经常提到的西天灵山灵鹫山。关于灵鹫峰的飞来，明末清初的灵隐寺祖师聚德禅师曾经这样说：世尊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幕后向灵山会中百万众前拈花竹蕾引光尊者一笑相传，大法东来则此山欲来震旦一带。如此看来，这飞来峰的飞来还真不是无缘无故的。此即西天，西天即此，也许这正是直指西天的由来。在飞来峰青林洞洞口，这块表面光滑如镜的山岩名叫燕座岩，又叫李公岩。相传当年会理大师发现飞来峰后便留了下来，常常在此燕座修行。不久之后，会理大师在飞来峰边的武林水沿岸一连建起了5座寺院，其中一座命名灵隐，就是表示这里是仙灵隐居之所。灵隐寺门前这条由山泉河流而成的涧水，就是古时所称的武林水，是西湖的源头之一。涧边这座6角7层石塔名李公塔，是后人为纪念灵隐祖师会理而修建的。据记载，会理大师自5座寺庙建成后就隐入深山，终生未曾离开。今天李公塔与其身后的飞来峰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但李公当年所建的5座寺庙大多或废或更，唯存灵隐一寺守候在这个仙灵隐居的地方，屡毁屡建，至今已经1600多年。根据有关专家的推测，草创阶段的灵隐寺很可能只是初具规模。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
弘传佛法的时间本来就比北方稍晚。东晋时期的佛学中心在庐山，到南朝时，虽然历代帝王大多崇佛，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描绘的自然是佛法在作为帝都的南京及其周边的繁盛。在当时仅为一个县制的杭州，灵隐寺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随着此时国运的隆昌，中国佛教进入全面鼎盛时期，灵隐寺的香火终于日渐兴旺起来。山下西湖边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茶园，在这广袤的茶园间行走，心也随之安静下来。茶文化是杭州城市的一个特色，尤其是西湖龙井早已是享誉海内外的茶中精品。武林山上的僧人们也跟当地的居民一样精于茶道，自古以来以香茶礼佛，以饮茶参禅，是这里的一个传统。其实早在唐代，灵隐寺就与中国茶文化结下了一段特殊的因缘。公元8世纪末，茶圣陆羽来到灵隐寺，据说他曾在这里寓居3年，不仅写成了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而且留下《灵隐寺记》，记录了唐代灵隐寺的风貌。谢亭睽然，圆松多寿，秀角画拱，霞韵于九霄，藻井丹营，华垂于四照，修廊重复，浅奔浅玉之泉，飞阁檐小，下映垂珠之树，风夺触君天之月，花满搜陆海之阵。然而仅仅几十年后，发生于唐末的会昌法难席卷全国，一时间灵隐寺的殿宇被毁，僧侣离散，温暖祥和的佛教圣景顿时成为一片废墟。这是寺里最后一块还没有修整的院落。历史上破败时候的灵隐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灵隐寺志上说，这座寺庙曾经14次被毁坏，却又14次重建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古城杭州，山水秀丽，人文荟萃，
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事实上，作为江南文化中心之一的杭州，真正的大发展迟至唐朝。幸运的是，在唐灭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这座江南名城却一直得以避免战祸之苦，运河所带来的繁华也因此延续下来。钱镠，这位五代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以及他的继位者们，自定都杭州起的近百年中，始终推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国策。待大宋建国，他们又不是刀兵，纳土归宋，为后世杭州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大兴佛教，以教化臣民。当时，在其境内的佛寺竟达130多座。今天，杭州著名的雷锋、宝柱、六合三堂，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公元960年，经过重建的灵隐寺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僧人，他就是应吴越国王钱弘处延请前来主持这座古刹的永明延寿禅师。今天灵隐寺大雄宝殿前的露台边，这两座高约12米的8面9层楼阁式石塔，就是这一年建成的。据记载，这一时期的灵隐寺名灵隐新寺，有9楼、18阁、72殿堂，僧房1300间，僧众多达3000余人，香火极盛。永明延寿禅师因此被尊为灵隐寺的中兴之祖。在西湖净慈寺旁的永明塔院，至今供奉着永明延寿禅师的舍利塔。大师于公元975年作画，吴越国王赐号智觉禅师，世人称其为弥陀下生，备极尊崇。大师以禅宗法眼宗三祖撰写佛学巨著《宗净录》，首倡禅净河流，万法归宗，故又被后人尊为净土宗六祖。大师之后，随着南宋定都杭州，中国南方禅风日盛，而灵隐寺也走进了寺院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期，从此成为一处禅宗专修道场。然而，元明两代又是灵隐寺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寺庙先是毁于战祸，后又数次经历火灾、雷火洗礼。及至清初，这里已是一派苔寥险壁的破败境况。公元1649年，清顺治6年，明僧聚德禅师住持灵隐寺。他多方募资，历尽辛苦，
用了18年时间，耗银达100000两，终于使灵隐寺法席一新，建制甚盛，宝相庄严。后人感叹聚德禅师修复灵隐，名为重兴，石同开创。经修复的灵隐寺规模之大，有7殿、12堂、4阁、3楼、3轩，一时香火冠绝东南。聚德祖师曾说，夫所谓道场者，上以庄严尊相、敬礼三宝，使人得以瞻仰，下以建垂纳子，传佛祖归命，外以接待长官居士，内以安置诸执事，一应僧众寮屋，缺一不可。刚看到这段历史时，我禁不住想，真不知道如果当初没有聚德祖师，今天的灵隐寺会是什么样的。但现在想来，佛祖灭度2000多年，世事变幻，他所说的佛法却凭借种种因缘流传下来，至今还在利益我们这些世门佛子。所以灵隐寺的因缘实在也不是简单的事了。聚德禅师的这次重修，基本奠定了灵隐寺今天的格局。今天的灵隐寺以中国佛寺典型的伽蓝七堂规制构建而成，在寺庙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分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法堂和华严殿等5重殿宇。天王殿内，弥勒菩萨背后的这尊韦陀像高2.5米，是用整段香樟木雕刻而成，为南宋初期遗物，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灵隐寺中现存最古老的一尊佛像。这座大雄宝殿是清代所建的仿唐建筑，它采用古代建筑单层3重歇山顶的传统手法，加上高高翘起的飞檐一角，使庞大的屋顶显得轻盈活泼。殿高33.6米，面宽7间，净宽4间，在国内其他佛教寺院中并不多见。供于大殿内的这尊释迦牟尼佛像，是以唐代禅宗著名雕像为蓝本，用24块香樟木组合而成。佛像造型体态丰满，慈祥和蔼，妙相庄严，像高24.8米，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香樟木雕佛教坐像。释迦牟尼佛像后壁是一组大型雕塑，高20余米，全部用粘土塑成，不掺一点水泥。群雕以童子拜观音为主体，共有大小塑像150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观音菩萨左侧，一尊双手合十、身穿红肚兜的童子，便是善财，
另外一侧则是龙女。民间所常说的金童玉女，指的就是他们两位。寺庙的第三重殿是药师殿。据药师经记载，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又称为大医王佛，因为他能使众生离苦得乐，解除病痛和灾害，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消灾延寿药师佛。华严殿是灵隐寺最高也是最后一重大殿，殿内供奉的华严三圣线条优美，雕工精致，据说三尊佛像是用同一根巨大的楠木雕刻而成，倍极珍贵。多年来，灵隐寺一直于飞来峰下这片武陵山水休戚与共，深息相通。今天从杭州市中心坐车到灵隐寺只需要半小时。如果说是杭州城市的发展给灵隐寺带来了香火的再一次繁盛，那么灵隐寺的存在则始终是杭州文化性格中最原本的一层底色。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关于杭州和灵隐寺的历史掌故及文坛佳话被记录下来，代代相传。